旺角暴乱发生咗一年啦，当日暴徒掟砖放火打警察嘅恐怖场面，而家谂起个心都嚟一嚟啊！嚟嚟嚟，呢个黄台阳，相信佢化咗灰，大家都认得佢，咪就系遮粒鱼蛋搞事、涉嫌煽动暴乱嘅头号人物咯！一年啦，唔 say sorry， 唔忏悔不特止，仲讲埋晒啲极度荒谬嘅言论。而家有好大部分嘅年轻人倾向支持香港独立，你做多几多国民教育啊、爱国教育都好，你冇办法，你冇办法，你冇办法令到呢一班年轻人去走翻回头路，走翻回头路，走翻回头路。佢哋哇，好恐怖啊！独学下一代仲攞出嚟大大声讲，真系火都嚟埋啊！仲懒威咁样攞埋啲调查机构嚟晒名，话大部分后生仔掰港独，你冇嘢啊嘛？擘大对眼睇下啦，人哋讲到明青年对港独嘅理解，并唔一定系指香港独立。若果将青年赞同港独讲成系青年支持香港完全独立，实在系以偏概全嘅谬误。嗱嗱嗱，大大花挂落嚟嗰度啦，仲牙文牙武懒得戚，想误导大家。仲有啊，黄台阳攞中大个民调嚟讲，话有17%香港人撑港独、啊。切，讲啲唔讲啲，嗰、那个调查有近60%，系60%市民反对港独啊，又唔见你讲。讲大话。讲嚟讲去，港独呢条路好肯定就系叫人行上一条流血暴力嘅不归路，点讲都唔应该有任何人煽动其他人，特别系后生仔去参与咯。偏偏你个黄台阳就好似好 power off 自己走去荼毒下一代咁，你都识讲，翻唔到转头啦。班后生仔如果参与港独，后果系点？咪冇晒前途咯。咧，旺角暴乱咪一个好好嘅 example， 有几个10-20岁被判咗感化同坐监，个污点就咁黐住成世啦。好心你黄台阳回头是岸，唔好再攞我哋啲下一代嚟教诲啦。